急救车。哎呦喂，救命啊！海鲜市场翻车啦！担架担架，快点！来了来了！哎呦，你可真重，慢点哦，我可是伤患呢。嗯，我会不会狗带呀？有我在就不会，但是为了身体健康，你以后可以减减肥。呼，好累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别拖延。快快快，时间不多了，小百姓们快点上船！报告船长，已经全部上船。既然如此，嘿嘿，那就出发吧。哎呦我的妈！